大匙蜂蜜，雪克杯用力摇几下，一杯清凉解渴的蜂蜜柠檬，最适合高温时节消暑喝。不过受到气候变迁影响，今年蜂蜜采收欠佳，恐怕想喝也不一定喝得到。我们先前就已经有接收到信息，源头的价格它是会调涨，总公司吸收，然后供应商也吸收一点。如果你的没有这个东西，那你可能到时候你可能就变成某一些品项你要停下来啊。接着我看看哈，你讲这安那？康康啦，无蜜啦。养了一甲子蜜蜂的蜂农愁容满面，100多箱的蜜蜂竟然根本采不到蜜。光是为了养蜜蜂，去年底至今就已经花了40万元，就怕血本无归。哦，啊，今年拢总无收啊。甲去年比较起来，安尼产量差差偌济？我迄差几千倍咯。安尼哦。去年一收，咱会使加超头到尾会使加超要加500斤哩啦。就连养蜂协会也在网站公告，国内龙眼蜂蜜严重欠收，今年国产蜂蜜评鉴停办一年。根据统计，2017年产量减少只有3300公吨，每公斤至少300元。去年产量恢复，价格也回稳到每公斤250元，但今年只剩下平均产量的一成，恐怕每公斤零售价飙破600元。极端气候变迁，那今年的龙眼荔枝，的花比以往差不多少掉80%。那以至于蜜呢少掉90%。气候变迁不仅今年龙眼荔枝收成差，也连带影响到蜂蜜，恐怕有钱也买不到。之后想喝杯消暑的蜂蜜饮品，恐怕真的只能碰运气。记者廖文斌、谢俊荣、谢伟、云林台北报道。